大家好，我是 Jack。接下来我想要来玩这款手游，叫死亡爱丽丝。一进去这个游戏里面，它这个有一些那种音乐还是风格都有点诡异，然后它又有点凄美。它说到这个死，它代表是自己对一些不愉快的过去有什么样的纠葛。好啦，这个我只是随便讲讲，我们就先直接进入看看吧。他这边有时候都会有不定期的那个活动，好，就先继续看看吧。复仇记录，去火浪场。好 ，OK， 他有只要能够打的时候，能稳稳的追。他这个都会有一些不同的章节功能，如果打败他的话，就会有那个奖励可以领取。故事，好，我们就先从故事看看吧。他这个角色都会有那个有各个那个章各个章节。他一开始出的不多了，但是我不知道他关卡会出多少。总之，我们就先来玩玩看吧。就先从这里开始吧。OK， 这是上次，这是我破的那个记录，然后剩下这个，剩下还有几个章节我还没有去玩。那我就先把各个角色的章节都玩一遍看看吧。OK。直接开始吧。ためらうことは許されない。もし滅ぼさなければ、滅ぼされるだけだから。他应该就到这里为止。那我就开始喽。他这个玩法就是要用那个手画的部分要去对准那个怪物，他角色才能进行攻击。我这个其他的队友跟我都是一样，都是同样的角色爱丽丝，他只有一个是那个这个玩家是那个小红帽，不过他好像有那个神兽的坐骑。OK， 这就是那个空战。按下这个可以使用，可以释放这个技能。OK， 是剩最后几滴。结束这一回合，完爆！私は戦い続ける。每次过完之后都会有获得一颗获得魔晶石。然后还可以提升技能。然后我再来就是要玩下一个章节，就是好像是白雪公主。好，我们直接从第一章往看。
闭的第三才能开启。先回到主页，然后我先用这个清除方式，那这个是计时的方式。あなたたちに恨みはないけど、消えてもらう。欸，他这好像有写好要的，全部的吗？他最近好像有忘说，他有个最近有跟一个游戏的角色尼尔一起合作。シンデレラは嘲笑う。今さら得た命なんて何になる。どうせなら楽しく使わなきゃ。自分をバカにした母と姉たち。優しいだけの間抜けな王子様。全部書き換えよう。そのためにはとてもめんどくさいけど。死者の国からクソ作者にお出まし願わねば。それには備え物が必要だ。シンデレラは笑う。これから重ねる犠牲の数を数えて。打怪就是要用这种划线的方式来去击杀他们，从一开始的简单到后面越难化之后，怪物的攻击越来越强。圧殺する。哎，我的翅膀起来了。
节放下，只要一个章节打完之后就可以释放出一个角色，获得一个角色。買いかぶりとバカにされ、蔑まれて生きてきた魂が、簡単に救われるとでも思ってた？每次的破关都会有不同的奖励。黒い闇、赤く染まった雪の中、己が歩むべき道を見る。細切れの小寄を集め、一つに紡いだグリム兄弟。なすべきは、恩ある主の復活ただ一つ。その願いの前に、たとえ無数の犠牲が必要だとしても、彼女は進む。この使命、阻むものすべてを踏みつけて。力ずくで決め。对了，全部都是爱丽丝，真的很奇怪的。
圧殺する。私は戦い続ける。主のためにあるのだから。就是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咯，那我们就下次再会咯，拜拜。